赵大人，冲啥？你敢无看到你的主管入来？啊，看到主管拢未主动站起来哦？你是不是不知影什么是职场伦理啊？狗蛋！你是咧甲谁讲啊？巴经理，狗蛋！胡总，狗蛋！狗蛋！啊，胡总啊，你今仔日哪会这么早就来啊？巴经理，比我更加早来，袂歹。头一天换新的部门，就这么认真。我希望我以后上班的时阵，都会当看到你已经伫咧做事啊。头一天来叫下部，工作内容讲拢清楚。我拄只这里来办公室，也袂完全了解啊。你若是对客户部业务还阁无够熟，你来问小赵。小赵是我栽培的人，伊对客户部业务是上了解的，而且伊的人真好斗阵。我相信你若是虚心向伊请教，伊绝对会好甲你讲。我绝对啥物拢讲，只要你知影要安怎向人请教。副总啊，董事长有讲过，伫啥物款的位置，就要做啥物款的代志。我是客户部的经理，是不是应该让小赵赵大人副理来向我报告代志？安尼唔才对啊！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你无听过不耻下问哦？哎，我是客户部的经理，你来向我报告是上基本的工作态度呢。大家搞炸！搞炸！你哪来看我？啊，那么是我迟到啊！我上班就准时呢。啊，是我穿了不够水。老叔叔，公司是来上班的所在，不是你的生产台，也不是你跟你的男朋友谈情说爱的场所，请你以后较注意。副总。啊！你安尼对伊敢袂伤过严格啊？啊，毕竟伊是小赵，之前有只咩花姐外号叫啥物？欧兵呢？因为李书雄哦，上铁面无私的人就是包青天，而且包青天的面上欧，所以讲我做代志绝对袂有私心。不管你是董事长的女朋友，也是董事长身边的人。对我来讲，你拢是恒大的员工，你爱做的就先把工作做好。巴经理，你当问看卖尤叔叔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敢因为伊甲董事长的关系，有许个工作减做一寡？无，而且我阁必须要再功课当去做。客户部只不过是我的跳板，我真正想要做的是董事长护理。所以我相信我袂伫个遮辛苦受苦，啊！不过你都无共啊！只要你踮伫恒大的一工，你就是董事长的员工，所以你确实必须要比我更加注意工作职场的伦理。是。不管你以后要做甚物款的工作，只要你还佫伫个客户部，你就必须要尽职力。若是你失职，不管你是谁的女朋友。我来叫你离开。大家要知影，客户部是我甲大家用心经营起来，所以讲绝对袂有客户部因为任何原因就煞去啊。这嘛是我为虾米已经是恒大副总经理，也唔过我无要求我一个独立的办公室，要继续留伫遮，要大家做伙拍拼的原因。副总放心，我会甲以前同款。唔对，是比以前更加拍拼做工过。伫客户部，
上班就是做工课，不要搞小团体，万免想要靠关系出头。工课的能力就是一切，你若是感觉辛苦，做恁去向董事长报告无要紧。我知影哦，董事长一定是一个明理的人啊，绝对袂因为安尼哦，就怪副总。在一间上市的公司，董事长甲以前的头家已经无共啊，因为头家是袂换人的，也毋过董事长是会当换人的。大家别忘记，在恒大董事会内底，我嘛是董事。无你讲有一天哦，恒大的董事长来换阮副总做。这个孙焕然果然对董事长这个位置有企图，我一定要找机会向董事长报告。袂用的，恒大的董事长袂用枉人，我绝对要甲志清斗相共，甲董事长的位置坐好稳。未来啥拢无得决定，不管以后变怎变化，你爱做的就是把工作做好就好啊。听着无？听着。是，副总。阿静，今晚你先坐甜甜静静的位置啦。啊。叔啊，休困一下啦，来，斟一杯饮料好不好？啊？你搁在想什么？我啥煞袂生气啊？我真正唔知影你这头壳到底底啥呢？我甲你讲过几落百遍啊，千交代万交代，明仔日办公室讲我有新的代志，啥煞你拢听袂落去啊？是的啦。是的有路用哦。卡叔讲，我若是无工课，咱是要安怎啦？啊，若无工课，啊，毋简单，你换头路就好啊，对无？换头路，你会讲得出嘴哦，哈？你敢知影，咱两个若是换头路，损失有偌大呢？我问你，咱顶个月两个人加起来，总共是赚偌济钱？你敢知？唔知呢，我钱拢交你管啊，啊，毋过。我敢那知影袂少呢吼，158,000啦，真假啊？150,000几哦！钱的代志我当时算唔着过。对吼，钱的代志你绝对袂算唔着。哇，祖祖哦，哦，咱若逐个月拢领遮侪钱，咱算起来嘛百万年薪呢。百万年薪你嘛知哦？那呢，我问你。你之前出社会遐尔久啊，一个月够有领超过50,000块啊？嘿，无。那咱两个人爱学历无学历，爱专业嘛无专业，除了卖厝以外，有法度赚遐尔侪钱？有其他的工课，咱有法度赚遐侪钱吗？无。嘛无嘛，所以咱就爱留伫咧遮，好好啊卖厝，好好啊赚钱。我已经想过啊。唯一的方法会用让头家卖怪罪我，我满意我有新的代志，就是这届杜更案，咱好好啊拍拼，让头家、让公司知影讲，咱是有实力的人，会用为公司赚钱。哎，讲的有道理的，不过有啥物方法啦？我想哦，阿姊应该已经想到纯真心寒啦，不过伊假作唔知影。袂用的，袂用，让伊改做啥物拢唔知。啊，我想着啊，咱直接哦去找阿姊，甲伊讨裁缝店的店面。直接去找阿姊讨，袂用的啦，哪会恁直接去找阿姊讨啦？阿姊自细汉到饲大汉的，讲起来算是我的妈妈同款的。咱即摆直接去甲伊讲，我们要分店面，这么不好的代志，我要用雷公拍啦。啊，我之前就
就是叫阿公起来处理这件代志啊。阿甲阿公请落来，我搁廖准讲哦，这件代志有法度成的。结果嘞，因为阿姊讲要结婚的代志，阿公甲咱的代志拢放袂记啊。啊，迄是因为阿公嘛知影迄状况无适合讲这啊。袂用的，必须要搁给阿公哦去甲阿姊讲一届。哈？搁一摆？一届袂成哦，就是十届；十届袂成，就是一百届，搁啊成为止啊。哈？无啦，自从阿公遐尼老啊啦，我讲遐尼侪摆，身体袂堪的啦。我嘛知影安尼伊会袂堪的，所以我希望伊一届就成啊。所以哦，阿公一定爱尽全力替咱斗相共。现在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即届你一定要徛伫我这边啊。假使讲在红店面若是无开到手哦，我看咱归去切切。哎呀，祖祖，你又搁讲这款话？我即个是甲你讲认真诶，在红店面若是无开到手，咱两个人之间无未来。恁哪会安尼讲啊？什么咱无未来？咱有小爷爷呢，你敢忍心让小爷爷出事就无爸爸？那你咧？你这个做人爸爸，你敢有重视？假使讲你若是重视，你应该拼性命，搁来去争取一间舒适的厝给伊住啊！唔是亲像你即摆这个态度。那咧，我问你，到底是阿姊重要，还是我甲小爷爷重要啊？啊？好啦，好啦。我知啦。巴经理，这是你阿的客人。小赵，注意你的态度，等来。不是物件放咧，你人就走啊！你爱向我报告，爱讲给我知影你这内底写的是什么。以前阮靠客人哦，副总。嘛是藏咧就走，副总会家己看客户啦，然后会指出好甲不好的所在。当然啦，你若是看无，我嘛会当口头报告。市场调查数据无够正确，客户内容伤过乐观，产品定位无清楚，介绍客观。这种物件，讲有路用？你去订些账号啊。巴经理，这份客源一开始提出来的时阵，副总就非常赞赏我的创意。我问你，客源讲究的不就是创意吗？这份客源哪有可能袂当用？在北极吃冰淇淋，在沙漠喝乌龙茶，真有新意啊！啊，不过就无卖点的。你举例错误，咱这是卖米店，无区域性的问题，不管上天堂下地狱拢会当用。嘿，蛮有差错啊！嘿，就是这个产品上厉害的所在。有日头就当用太阳能发电，有森林就当用木材发电，有水就当水力发电。那是这拢无嘛，不要紧。你讲会当家己分空用风力发电？哎呦，真正假呀，这么厉害！啊，你想要买无？用太阳能发电，我相信；用本空的马英发电，我才不相信呢。无可能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董事长夫人，你安怎无啦？啊，无啦。我的客话案，比我独家下摆的，搁较有创意。巴经理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看一遍？我看不看，我自己决定啦，唔免你来教我安怎做啊！阿勇，你要冤家，敢袂当卖影响着我？哎，是，你有听着无啦？上班时不准吵闹，较免影响着其他同事啊！回去。巴经理，这是我的客人。哦。吼！天才，真正是天才呢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哦。这个产品哦，绝对会大卖！赞赞赞赞赞赞！嗯，你看卖别人是安怎写的啦？
产品名称按摩椅，销售重点促进消费者健康，产品定位30岁都会时尚女性，能行销市场环境分析 SWOT 分析，产品行销计划 Longbo， 这边怎么叫客户来？这个是张有写你的纸吗？这个才叫做创意创新，客户就是要简单明了，让人一看就知道。巴经理，每一份送到客户手中的客户，都代表咱客户部的成果。这份客户案连基本应该有的数据分析都无，送出去哦，要让人休息。这叫做 idea， 是上初步的构想，其他的以后再补充就好了。哎呦，你有啥物好冤的啦？这客户案跑也是唔好，嘛是爱客户决定啊。所以唔免写个小详细。你啥物参考的资料拢无？客户连评估拢无阿多评估，一定系我退转来的。哦，所以赵副理，你咧写客户案的时阵，拢会去看卖啊，客户一边是啥啊？当然会啊，有的客户哦较简单沟通，那接触这种 case 哦就真轻松。有的客户哦卡歹剃头，一开始哦就会知影爱开足侪开来。所以哦，事先嘛有心理准备啊。啊，那你我的客户一定是上歹剃头的啦。我想想，无可能，让我遐尼啊好过。唉，嘛无可能，让我想一摆就过啊。啊，一定会来来回回一摆过一摆。应该袂吧？伊开公司嘛是希望产品赶紧卖出去啊。想哪开时间甲你刁难呐？这就是有钱人的想法，伊有钱开公司，嘛要用钱去刁难伊想要刁难的人啊！对，就应该是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啊，根本就唔免浪费时间伫遐卖贵客源顶头。杨叔叔，你甲王董事私底下安怎？迄是恁的代志。你即摆伫恒大客源无做工过，所以唔管安怎。你也是要搞出一份完整的客户案出来，阿伯，唔然是你见笑，规个客户部嘛对你无面子啦。赵副理，啊，今嘛是午休时间诶，我想要去甲董事长食饭。啊，这客户案，阿伯。我再搞一份完整的给你，敢会用的？若是挂咧下晡买交哦，是毋是趁钱嘛？先讨论一下啊。啊，啊，我有钱妈妈都做呀，我无用啦。OK 的，哎，拜托要给你吃饭啦，进去啊。路上小心啊。李白，救我啊！尤叔叔，你今麦阁是咧病啥吧？啊，我咧路边巴肚枵啊，想要食物件，咱去食饭啦。阿哥，我今麦咧烦恼，我的工课做袂完，是变怎？正经我一早起哩，你来公司，你无要听，偏偏要甲我作对。今麦食着苦啊，就爱我求你。啊！你无爱求我哦。伫公司我就是公事公办，等去，甲恁该做的代志做好。莫让人看不起。反正我也无差啊，我是新人哎，什么手册，什么计划规划，哎呦，我拢唔捌啦。写出来客户案单嘛就烂。那你得较认真嘞，好好学，好好做，
唔知影就问，安尼才会进步，知无？我知影。虽然咱今麦袂手牵手做伙行伫个恒大，啊，不过已经有足侪人知影我是当署长的女朋友安尼，而且佫伫个客户部上班。我是唔惊，我写在遐尔烂的客户案交出去，爱互人讲笑话啊。啊，不过我惊会互你见笑呢。你到底要威胁我到什么时阵啊？今嘛是午休时间，我咧跟我的男朋友讲话，唔是当署长。所以你是爱你的男朋友跟你斗相共，唔是当署长。阿无刚讲，你今嘛要甲我等在去水内面啊？先救你，才甲你等在去水内底，这嘛是一个好办法。好啊，你若是甲我等在去，我就甲你救做伙。要死做位死，要活做位活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今嘛是什么情形？讲。这是我拄只交出去的客户。这款的笨手，直接弹掉就好啊！这是灰叶刻画案，不管我安怎努力，王当属一定为难我的。因为伊知影，之前天意落水的代志是你做的。你已经知影。以后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拢爱跟我讲。不管我跟你讲啥，你一定要听入去，知影无？甜甜，你来。李白，请问当初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投稿一张纸也捡起来，里面写的是灰叶企划案。你整理一下，写一个完整的计划，免整完毕，差不多就好啊。不过加上图表，至少要有十页。今晚我跟叔叔要去吃饭，等下我回来的时阵，你看到完整的计划案，放在我的桌顶。哦，哇！我的男朋友上班的门，好迷人，好霸气。当署长，唔对，应该是安尼。你是安怎？怎会看起来这么委屈啦？就当署长对我挂灰叶客话案呐。什么？叔叔的工作换你接手哦？那无咧？当署长佫讲唔免做甲足完美的，也毋过加上图表至少嘛要有十页，而且佫讲伊食饭倒来就要看到。真哪有可能啊？就是无可能，我才想要哭啊！给我一两点真久的时间，才要写出一个客户案，根本是无可能的任务嘛。甜甜，客户原稿好好看一下。就是这，
副总哦，卖怀疑，今日游叔叔搞出去哦，就是一张纸尔，家己嘛知影见效，就走去找董事长，结果董事长哦就叫甜甜走，真正是够机车的。小赵，即马叫伊无，甲以前无共啊，讲伊较水。收着啊，我一定管好我家己的嘴。小赵，电脑借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要开始拍客户啊。好啊，我这台先借你用啦。小赵，你敢会记咱之前做诶健身方面客户，你是藏伫倒一个资料夹？我想要调出来参考一下。好，马上把你水讲来。甜甜，这个客户内底是写啥个名？当然嘛是姚素素。既然安尼，你请你阿经理要创啥？你就伫网络内底找一寡资料，搁图表列印下来，放伫内底。卖讲坐呀，你坐呀，你嘛可以。这讲袂用诶。哎呦，副总拢讲啦，啥个袂用诶啦？客户顶面是写谁个名，谁就应该负责任。若是写你诶，你必须要负责。要毋过即卖毋是写你诶，你就毋免负责，敢毋是？毋对。姚素素的名在顶面哦，姚素素就应该负责啦。甜甜，你copy内容，我帮你列印资料啦。啊，文件印好了啊，放伫董事长的桌顶，你就等去吃饭啊。甜甜，卖讲我无听你啊，我的便当哦留咧暗时吃，等下哦陪你去吃饭。安尼直接copy网络资料，那安尼让董事长发现我偷吃无，是要安怎啊？我伫咧办公室等伊，甲伊讨论商场招商的代志。伊无时间详细看你的资料，应该会甲客源直接当回姚叔叔。哎呦，叔叔一定看拢无看，搞出去啊！是不是爱负责，就要看伊家己啊。多谢副总。哎，你干那说多少那有够啊？安尼上简单啊。那无你想安怎嘛？我爱你陪我去做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我即马就无闲的呢，我无加时间做别的代志啦。我想这件代志应该真歹记住，因为我甲小赵也做伙去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就连副总嘛爱对你去做。那就是去捐血。迄天哦，我经过公司附近的邮局哦，原来最近哦血库缺血最严重诶。中华邮政哦要举办捐血做爱心的活动，阁有礼物会当摕呢，所以哦我特别找副总跟我做伙去。你袂当拒绝哦。好啊，虽然讲哦我真正足惊痛，啊不过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一定要送我一份啊。爱提醒恁两个，这几天哦，卖大鱼大肉，啊无时间，你会上油就袂当用啊。安尼拄啊好啊，顺便哦，互甜甜减肥一下。哦，我看伊最近这个面哦，安尼胖嘟嘟，我不知影是毋是伫当时你面食伤好啦。你敢讲胖嘟嘟？赵大人，你搞改手清楚，那边胖嘟嘟。好啊，卖吧，卖吧。麦当劳，啊，你就是胖嘟嘟啊！天意啊，我感觉进前代理商所开迄门市哦，也是先老的。
迄拢是经营过一段时间的店面啊呢，应该还阁有袂少老顾客。咱若是向向收起吼，颠倒是互消费者感觉讲，敢是经营出问题啊？哦。啊，不过为即个业绩报表看起来，我感觉哦，有一寡门市会当考虑重新整理，也是先设定好停损点，才决定要继续经营。而且哦，我希望用即个新产品重新定位我们的品牌形象，让消费者重新认识咱这个品牌。爸，你是安怎咧看我？敢讲我的面有啥物物件？嘿嘿，不是你的面有物件啦，是你的头壳哦，即马底的物件佮较早无同款啊哦。爸。你即马敢是伫咧嫌讲，我以前敢若会晓开你的钱买物件？唔是啦，爸爸是咧娱乐你呢。你拢唔捌捌过经营，你拄只所讲遐话，是毋是志凯教你？志凯即马咧做总经理足无闲诶，之前阁交代予伊足侪代志要处理。好佳哉哦，阮大官伫诶，这拢是伊教我。哦，你先安教你做生理？嗯。志凯哦，甲阮大哥真正拢足疼我诶，而且哦，嘛足支持我出来做工课。啊，那你孙女真诶，伊敢有支持你出来做事业？那你来啊。安奈唔讲，这想嘛知影哦，恁迄个大哥哦，足歹剃头。恁迄个志凯吼，搁较麻烦。妈，你若安尼讲啦，俺志凯真正是对我足好诶，你莫参像爸共款安尼误会伊好无？嗯，我一句话拢无讲，你著甲我做记号啊！哎呦，天意啊！你嘛受过委屈，恁翁啊，你唔通袂记诶呢？就算讲你嫁人啊吼，你共款是我诶查某囝啊，哦。爸。啊！你干嘛三不五时就讲志凯无好？啊，问题是志凯伊真正对我足好诶，安尼敢无算误会？天宇，妈毋是嫌志凯无好，是你爱知影嫁翁哦，上惊去嫁入豪族啊！啊，若恁志凯吼，迄种型搁较麻烦。万一有一天恁若甲恁大家意见袂合时阵，你安那钱吼，我会挣袂赢伊啦。其实，阮大家虽然嘴无讲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会出来，伊也是希望我莫出来做工课，好好伫厝照顾厝里，甲厝里斗相共，专心无闲厝里的代志，还阁有基金会就好啊。啊，你无问伊，志凯就讲，唔是李承恩的后生啊，啊，万不如有一天，因若阁像选董事长的时阵同款，兄弟的意见袂合，啊，志凯宏挂住你很大。伊敢有才调摕一笔钱出来，予志凯家己去开公司？就是啊，天宇啊，阮替你开这间公司哦，嘛是为着志凯好呢。爸妈，我若是安尼甲阮大家讲，以后我是要安怎伫你家待落去啦？唔来，啊，讲实在话也袂用的啊。敢讲一定爱甲孙如金讲白贼，伊才会欢迎？天宇。你当然袂安尼甲恁大家讲啊！你都爱想办法，互伊知影，你伫经营你的事业，绝对毋是为着你家己，是为着志凯。安尼，你的大家伊才会感激你，后摆对你这个新妇吼，才袂要求遐尼济。啊，不过，阮大家最近对我有足侪意见呢，我讲啥物拢唔对，我看哦，我也是莫讲会较安全啦。啊，好啊。这个孙如金竟然敢欺负我的查某囝，那咧我就欺负因后生，替恁出这口气。爸，你莫阁乱啊啦！你做这下代志，根本就唔是甲我斗相共，是增加我的困扰。啊无咧，敢讲你要叫我把这金金看迄个孙如金控告你哦？好啦好啊啦，这哦这拢查某人的代志，阮家处理就好啊。
天意，妈问你，你敢知影嫁去好人家到上麻烦的是啥？敢是大家？对，头一项麻烦的代志，就是大家新妇。孙如今这个人看官无看家，搁再讲你即马也无啥物成绩，因提出来讲啊，伊当然嘛看袂起你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把婚宴做起来，甚至是你的薪水比自开搁较济，安尼你的大家吼都唔敢搁甲你要求这要求那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把婚宴做起来，阮大家那边的问题就解决了？当然啊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无遐尼简单，需要一段时间，你都要较忍耐。啊，那第二麻烦的，就是东西的问题。我听伊讲，之前嘛已经有对象啊。你敢知影迄个查囡仔，伊是啥物款的家庭背景？伊的爸爸妈妈是咧做啥？我敢真正爱对爸妈讲实话，啊，不过照因的个性，若是知影尤叔叔的出身无好，一定会去甲阮大家讲。那呢，到时阵之前哥若是知影，怪我甲志凯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哎，天宇啊，你妈妈咧问你，你奈唔讲话啦？你若唔知影嘛无要紧，我再来找志前哦，探听一下就好。其实，迄个查某囡仔，因厝里毋是讲介好呀啦。啊，不过阮大家讲安尼嘛袂歹，至少袂后头厝意见一大堆。妹，孙如今真正安尼讲哦。但伊若安尼讲，都毋是咧侮辱迄个查某囡仔呢，是咧讲咱这边歹剃头、歹风胎。妈，你莫想遐尔济啦。天意。你一定要听妈的话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绝对要赢过迄个查囡仔，知无？啊，那这恁放心啦。之前这个女朋友啊，我看伊是袂久长的，你免烦恼啦。是安那？啊，你捌看过哦？有啦，是见过几摆啦。看伊时阵是袂歹，也毋过性地无好。哼，迄摆我甲之前伫咧酒店饮酒。伊走来找志前，当着我甲遐酒店小姐的面，连面子拢无甲留呢。我若是志前哦，我才袂真心对待伊呢。上家啊，是甲伊算算的尔。王政府，你有甲走去酒店无？哎呦，这毋是重点啦。迄摆哦，是志前伊甲你讲心情无好，哦，主动约我去的呢。啊，你若毋相信哦？我安尼啦，啊！你嘛打电话之前，你甲问看卖咧。我看吼，是你看袂介意迄个查囡仔啦。啊，不过万一之前对伊也是真心的，啊，真正要甲带入门咧，啊，但是要安怎？天意啊，你看咧，迄之前敢真正是介意迄个姚叔叔？你问我是要创啥，我哪会知影？我不是志前哥啊。你哦，啊，就是因为爸爸跟妈妈吼，把你保护了上好，才逐天我来天天。真正迄个查囡仔来做你的大嫂，你日子都歹过。妈，哪会连你拢安尼讲啊？我敢真正遐尼啊害？妈妈是在替你烦恼啊。哎，无要紧啦，会平啊。有安尼啦，稍等下哦，你来甲点点嘞，看伊敢会较乖，哦，以后就袂安尼乌白欺负咱天意啊。稍等嘞，阿爷来哦。是来送客话安尼啦。咱花叶头一届做营销活动，我是交恒大的客话部处理，拄好是之前的女朋友负责。好，我就等你看。看到底是什么款的噪音啊？敢欺负我的天意？
李伟，这个太太跟天意坐了足熟。这位看起来就是王董事的夫人啊！吼，你好，我是恒大客户部的尤叔叔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啊，这啦，拄只吼，阮咧开讲才讲到你咧，听讲你是恒大董事长的女朋友哦，安尼未来就是阮天意的大嫂。既然恁拢已经提起啊，那恁我得直接讲啊。我甲之前确实有结婚的打算，啊，只不过进前天意甲朱开云的发生一挂代志，无我淡薄歹看，所以我甲之前咧参详讲，即摆婚礼到底是变安怎办才好？因为阮想要甲之前的爸爸妈妈的伊的面子，趁即摆机会会当甲讨回来。所以，搁需要淡薄仔时间。听之前讲王天爷爸爸是一只老狐狸，啊，不过看起来嘛无偌厉害嘛，三两句话就气甲讲袂出话啊。安尼我嘛算是替之前出一口气啊。你敢毋是送客的案来，啊，嘛紧摕出来看卖咧。啊，有。因为这个时间有淡薄赶，所以这是初步的构想。啊，您看卖啊，有啥物想法？王太太，你的眼影足水的呢，是这一季最新流行的，不够适合你啊。你看得出来？因为我是学彩妆的啊，我有这应该是今嘛美国上红的迄个白珠对不？这个小嘴哦，足惊人啊！阿哥，你搭配得很好哎。王太太，你若是愿意，我想要找时间跟你讲话化妆技巧。爸，这客人你敢看有？这资料吼，虽然拢是按摩椅，也不过，某一项是咱会员的产品啊。哎，姚叔叔啊，无你是咧跟我讲耍笑呀？这根本都唔是客户案，你是凊彩找资料，我白倒倒上来啊？这面哪有可能？我第一页就写到足清楚的啊。这是针对都会女性。最主要是以3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。哼，那安尼活动的内容呢？还阁有，阮这款按摩椅的特色是啥？你是要哪个人客介绍阮这个产品？那恁这得要看顾客是需要啥。卡斯讲，消费者伊想要爱是轻松瘦身，那恁这得当然爱客。销售人员的话术，好消费者认同咱这个产品啊。那恁阮这款按摩椅，你敢捌用过？因为时间太赶，所以我阁还袂试用过。啊，不过王大叔，你即马正若是有现场的产品，我会当马上试用。我想讲哦，迄恒大的员工素质外好嘞，结果董事长换过，啊，员工的素质嘛变歹啊。王太太，你无伫现场，所以你唔知影。昨是王董事甲王天意专工去阮客户部，拜托，阮接这个工课。啊，不过副总可能是看伫个总经理的面子上，歹势拒绝，所以才会请我斗相共。啊！不过你并无提供要卖的产品给阮试用啊，啊，所以我只好就以市场上咧卖的产品来提供意见。啊！不过这顶面的资料
嘛不是针对年轻女性客户啊。你看这個，还有这個。这黑色款式，这是阮爸这种年岁查甫人会介意的吧？天意啊！无你是嫌爸爸年纪大，眼光无好呀？不是的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要讲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案。请问王小姐，你家己连一份计划案都没有写？你是凭什么认为我的计划案不够完整？虽然讲我办活动的经验无介济，啊，不过伫个基金会上班，我嘛是需要做计划案的。而且我嘛看过真济外面的计划案，啊，不过我从来无看过像你这种的，凊彩倒倒的，就甲摕来甲客户讲，甲你看，这明明就是。那安尼，一定是迄个天然条件要害我。安怎？无话通讲啊？我是真好奇呢，这之前是安怎跟你做女朋友哈？那是论面路啊，安怎看嘛是阮天宇较好看，啊那是论身材嘛是阮天宇会赢。我真正是想无之前到底是看到你哪一点？我想之前可能是介我贪白，爱一个人都要一心一意，才无亲像有人都要靠抢夺去抢别人男朋友。我看哦，之前是因为迄个时阵，何文天已放散，哦，伊足伤心的。所以不要虚伪嘛好，哦，那是查某的，面露啊，凊彩会用的就好啊。所以之前才跟你做伙啊。话唔通讲到这么歹听啦，迄无定的之前对伊是真心的啊。安尼后摆伊就是咱天宇的亲情，你讲这种话，唔是等于为难天宇，就是讲。那尊做无成亲情啦，啊，今日所发生的代志，天宇等你处理，刚刚甲伊大家大官讲。哎，那这你放心啦，像这款程度的查囡仔吼，就算讲之前要娶，我嘛可讲亲家亲，上好是卖，嘿，到尾娶入门了后，还佫回头嫁去，加晦气。无得甲人亲嘛，就是爱这种啊，敢那白纸同款，啥物拢唔捌，回头嫁去安尼唔才好。好啊啦，爸妈，咱今日先讲公事呢，莫搁一直讲着阮大家啦。啊，我嘛是想要认真看这个客户案啦，也毋过伊送来物件吼，我看大学工读生就晓做啊啦，敢就需要伊。真是的，可能是我的电脑档案也有问题，我今妈妈想再去确认，我明仔再搞一份完整的客户案过来。所以啊，查囡仔袂用啊，干那靠外表哦，爱有真本事。天宇啊，你一定要加油，把会议做开哦。我会加油。天意，恁爸爸拄则讲的无唔对，像是这种型的查囡仔，恁大家无可能会理你噶，所以绝对爱加油，知无？我就不信王天意会比我捌偌济，佫敢笑我？
就算伊真正比我捌的搁较侪，又搁安怎？凭伊的家世背景，逐天伫咧厝里听的拢是因爸母安怎甲人讲生理，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呢。比我加听加看二十几年的，听久啊，伊就算唔捌，嘛会晓知影几句。若毋是有爸爸妈妈做靠山，你凭伊哪有可能赢我？穿到花枝招展，想要游过董事长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秘书，你凭什么欺负我一个董事长的女朋友？就算我什么拢无，敢来用靠家己，啊，不过我绝对袂认输。尤其是不要输我王天宇，你今仔日敢安尼侮辱我，把我残像粪扫安尼打伫个涂骹，我就抓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爱你跪伫我面头前，为今仔日这一切付出代价。奇怪呢，那查某囝是你的，还是你的？我的。哼，张梅芬啊，你讲你替我生一个查某囝，敢会是骗我的？啊？讲几波，查某囝根本是别人的，何你提来骗我的钱？哼，俺着好加在我较巧，先和你兑现一张支票尔。你想要继续骗我哦？免小心啦！哼！查某囝真正是我的啦，等下啦，等一下啦。看阿芬迄个态度，应该是真正找到叔叔的亲生爸爸袂对。啊，若叔叔的亲生爸爸真正是好野人，安尼叔叔就是千金小姐啊。听你，只要你卖考好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好啦，唔卖阁考啊啦，你安尼一直考吼，这卫生纸嘛无够你用。啊，你知影无？迄查某囡仔目屎哦，做代志的呢。啊，你唔是最爱欠钱的，你安尼吼，袂输迄钱拢为个口袋啊，一直落出来，无好哦。啊，卖考卖考。饮一挂茶啦，哦，补充水分吼。我想要饮啦。饮茶对身体好，饮茶吼，乖啦。来看。姨，我问你，我对你遐尼啊歹，搁骗你食西瓜，害你袂生。啊，搁你好车弄着，性命当咧危险的时阵，我唯一想着的敢那是，我惊互别人知影，弄着你的人是之前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你以后拢是就有正义感的，而且你嘛就要见是非对错。那那想做，你明明知道我所做一切拢是为着家己，你搁对我遐尼好，
对，我是足有正义感的，啊嘛足讨厌人做歹代志的。那换作是别人吼，为着家己的男朋友，安尼对待自细汉车勇到大汉阿姨，我一定吼，甲伊骂到臭头。啊，不过你都不是别人啊，你是叔叔，你是我的叔叔。所以，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叔叔，我都没要跟是非对错。当然嘛，不是，是因为你是我的叔叔，所以我有责任，你好，你无好，我拢爱担。阿姆哥，我不是你生。叔叔啊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，啊，不过在咱两个人之间有一条看不到的线，把咱两个人牵得暗暗暗。我永远会记得，迄落雨，单位讲的时阵，你拢困在我的身边。啊，我就家己安尼哦，摸咧，啊，大大的，大大的，大大的，啊，大家咧困去啊。自细汉出世，我就毋是上水的，大哭大哭啊，啊，佫戆戆，啊，伫学校哦，无特别，伫厝里嘛无特别，啊，伫倒位拢毋是上重要的迄个。啊，毋过你知无？一直甲你出现，甲我揽咧，讲吼，无我诶时阵，你困袂去。我就知影，我出事，我活咧，就是为着要保护你。咦？你哪想用高高在位啦？你害我个考啊！因为姨姨烦恼，烦恼有一天你也无需要我，伊的烦恼有一天你需要的是别人。你是讲阮妈？哎呦，你莫烦恼啦！伊迄个人敢来只有钱。甲你袂用比的，啊，对啦，啊，你甲迄太子爷最近感情好无？阁袂歹。啊，伊敢有甲你求婚？无。啊，那安尼，伊敢有甲你讨论着要结婚的代志？其实我嘛就矛盾嘞，我嘛就想要赶紧甲之前结婚嘞，安尼我就免烦恼有别个查某人甲我求之前啊。啊，不过我只要一想到要讲婚书、两家花啊、家长要见面，啊，安尼是要安怎啊？之前因家的人到即马。阁了准，我的爸爸是心理医生，妈妈是贸易商呢。所以，只要你家庭背景的代志处理好啊，你就当结婚啊。应该是吧。啊，不过今麦不只是之前爸妈的代志啊，还阁有你家，迄个新妇王天宇啊。王天宇，你是讲之前手握梅仔的男朋友，还佮有佮你伫咱庙头前冤家迄个查某囝仔？就是伊，伊是恒大当属的查某囝，最娇贵的千金小姐。我拢爱袂加入去，就搞当作玩笑，然后当作对笑，想一办法要欺负我，欺负你。啊、所以你才拄仔口脚安尼，是毋是会欺负啊？嗯，伊哪会这尔超过啊？
人若要欺负我，就亲像伸手去提死一只狗，遐同款遐尔简单，根本都无需要理由。你免惊，无要紧，有姨伫咧，姨吼会替你出一口气。姨唔免啊？啥物咧唔免啊？看你哭到安尼，伊的心吼嘛拢碎去啊啦！姨，我已经大汉啦啦，你放心啦。谁敢欺负我哦？总有一天我一定给伊好看，给伊后悔。你只要等来看就好。看来叔叔要幸福，要顺利嫁入去你家，也是需要伊亲生老爸的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去找叔叔，快回来。面前那些歹看，去王家吼。无啦，啊，三百分嘞。在这摕物件啦。张美芬啊，来啦。喊啥？喊遐大声啊！啊，紧过就对啊啦，紧过来啦。哎呦，什么紧？现在你惊都惊啊紧嘞。哎，等下怎么讲？我问你诶，啊，顶个迄个看嘴的，敢真正是叔叔的亲生爸爸？对啊。啊，你毋是讲没甲叔叔讲？应该无讲啊。无啦，既然是真正，那恁咱三个是毋应该去找伊了解一下了后，才决定看要叔叔认这爸爸无？叔叔是我生呢，啊，是我甲伊亲生爸爸的代志啊。为什么咱大家做伙见面啊？哎、欸，你顶个破坏我的计划，阁无够哦！阿芬啊，阿春头安尼讲哦，一定有伊的理由嘛，你听伊讲煞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要讲就讲啊！为什么吼，大家做伙见面？当然嘛是为了叔叔啊！啊，叔叔自细汉就是我较喵的，像我大汉的呢。啊，我有权利较资格去检验迄个你迄个什么呀？迄个看出的，是不是一个有资格做叔叔亲生爸爸的人啊？哎呦，啊，咱代志甲你遐哦，拢变啊真个复杂啊，唔都是认一个爸爸尔。阿芬啊，这村头讲了足有道理的，你一定要徛在叔叔的立场替想呢，是伊要认爸爸，唔是你呢。不用想嘛，知影叔叔一定足欢喜的啦。啊，伊在那打拼要叫志前哦，就是想要变成有钱人啊。啊，连一个有钱的爸爸，啊，代志唔着解决啦。人生在世，唔是有钱才会幸福。诺啦，咱唔讲吼，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啦。就讲叔叔甲志前，你若是参像王天宇同款哦，是有钱人因家的囡仔，啊，叔叔今仔日哪着这么辛苦，这么打拼去甲人争啦？哎呀，张美芬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若是你真正为着咱叔叔的幸福吼，叫去认这亲生爸爸，我是赞成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若是你为着要得到好处，爱用叔叔的姿势吼，去认这亲生爸爸，这是你袂打架，我无可能答应啦。叔叔是我辛辛苦苦生来，我是要讨回公道，有啥袂用啊？这个天理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啥物款个性，你应该足了解。你若是敢利用叔叔吼，我无可能放你煞啦，你知影无？什么混？什么混？什么混？这个！麦克差，麦克差啦！哎，既然哦，咱的想法拢同款，找一天哦，把迄个人约出来，看伊哦是不是真正要甲叔叔相认啊？咱搁再参详哦，要安怎甲叔叔讲这项代志？我真无简单交超过百万哦，千万袂用安尼就飞去。哎呦！不要去，不要去！不是啦，我嫂。哎呦，不要去嘛，阿公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
我来啦，我来啊，叔叔我来。哎呦，你莫来啦，我家己用得好，你也不要扫啊。无啦，哎，唔免啦，嘿，这我会知啊，才扫了尔，清气淡淡免扫啊啦。对啦对啦，用唔对啦，我先提出来劝啦哈。嘿，大心大命的人唔通叮当啦，休困啦。阿公来。阿婆，你坐伫个遮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足够抓零的，我伫个厝哦，拢替阮妈抓零。来，我替你抓抓安尼，你会较轻松哈。哎呦，唔通，阿叔叔啊。哎呦，你怎么我干那孙子的嘞？迄手吼未使出力，等下去动着胎气，迄未使啦，未使啦。哎呦，阿公，袂啦，来啦，你坐下啦，坐好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去产检的时候，医生拢讲哦，我巴肚内底的小叶哦，足健康的啦。所以我来替爹爹，你也坐好哈。别，阿祖，慢慢，好大家嘛抓到，迄大家囡仔时代抓惯是啊，来，对啊，我弟弟呀，来，祖祖你休滚，哎，阿公阿奶有没有？哦，我都好啊。哦，好。大家，啊，是安那？啊，恁切时间来看阿公啥啦？免上班了。无啊，阮即摆伫上班啊，阮伫做工课。哦，杨大爷，阿公，无啦，啊，着我甲大爷哦，伊个附近哦，带去互你看厝啦。好。啊，想讲哦，离你足近的啊，顺便甲你看一下。啊，看你哦，到底食饱未啊？若是无食饱，看你想要食啥，我用带你去食。啊。好啦，卖多歹听囡仔搞乱头啦，有代志就讲。莫安尼坐车吼，甲阿公牵你安尼冤冤相道。哈，杨大爷，说说去啊，靠别人哦，不如靠家己。我也是家己讲哦，较紧啊。阿公，哈，我知影讲吼，迄天伫咧厝诶，你无甲阿姊讲阮诶代志，迄是因为你想讲吼，阿姊要甲江文杰结婚啊。啊！大家人要食团圆饭，啊！你惊讲这种代志哦，会拍歹气氛呐。不过，迄个甘文杰就是大爷，伊进前迄个几乎好良才呢。啊，这件代志大家拢嘛知影对不？啊，搁有啦，啊，伊进前哦，搁遐尼爱跋筊，搁爱啉酒，而且搁会拍某呢。啊，进前哦，大爷甲秀官搁互伊关咧外口咧压号呢。你讲，我讲对无？啊？对啦，不过我迄拢较早的代志啊。哎呦，你是咧讲啥？什么较早的代志啊？阿公啊，啊，今麦吼，迄个裁缝店，啊，搁阮住的所在哦，拢是阿姊伫咧做主的。啊，万一若是阿姊甲迄个何良才结婚，哦，那呢，何良才敢会去失去阿姊的财产？那呢，大家是要怎？哟，嘿。嘿，幸美也要甲何良才结婚啊！嘿，嘿，厝是幸美的名呢。幸美也无同意，伊是会当安怎？阿公，唔是安尼讲诶，怎啊？翁阿婆若是结婚了，因个财产拢是白做伙。啊？就亲像我甲大爷吧，阮两个人之间，哪有可能财产伫咧分你甲我啦？哟，无啦，叔叔啊，你莫讲到安尼，甲阿公吓惊啦。搁再讲哦，阿姊嘛无遐尼戆啊，对不？吼！哎呦，阿姊无遐尼啊戆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即马，迄个何良才就住伫咧咱家呢。啊，万一若是存心要去偷摕迄厝客，那呢，你有法度防？都对了，妹。迄较早少年的时阵吼，迄个何良才吼，都常常咧偷摕恁姐阿的钱，啊，出去外面去跋筊啦，啉烧酒，浪溜连啦。哎呦，害恁姐啊，迄日子过甲是偌艰苦呢。对啊，就是安尼。阿姊真正足艰苦的。阿公啊，我看哦，你是毋是较介意大爷伊进前迄头家李行的，对吧？本来就是。大家李行恩吼，做人好，够够照顾恁姐啊。迄哪咧平平人品比起来吼，迄赢迄个何良才赢几百倍哦。对啊，阿公，我甲你讲，我甲大爷嘛甲你同款。假使讲哦，阿姊若是要甲李行恩结婚，那安尼哦，阮两个人绝对袂去反对，嘛绝对袂去计较。啊，不过即摆唔是呢，即摆阿姊要嫁的人哦是何良才。啊，咱若是无做啥物准备哦，我万一若是有啥物死角差，
大家有可能哦，所有财产拢无去。阿姊哦，伊卖所有财产哦，拢给何良仔拢总骗了了呢。啊，遐严重哦。难无啦，祖祖啊，你莫甲代志讲甲遐尼严重啦。哎呦，哪会是我甲代志讲遐尼严重？我讲的哦是实在话。啊，毋是每一个人拢甲你同款啊，无心机嘛袂计较。而且我安尼做嘛是为着阿姊好啊。恁家己想看卖啊，迄个何良仔哦，一听讲哦，咱迄个厝要改建，伊就随便甲阿姊结婚诶。啊？哦，刚刚你会知影讲，伊毋是咧孝顺咱迄间厝，还是讲彩虹店啊？这别哪会用诶，别哪会用诶呀？啊？嘿，迄间厝吼，是恁姐啊，甲五婶是安尼拼半世人勤俭力积才买起来呢啊？诶，何良仔是冰沙啊？对咩？伊是冰沙。所以阿公，我甲大爷即摆做哟，就是要甲阿姊的厝顾好掉啦。嗯。啊，万一讲吼，迄个何良仔若是真正要为我家阿新娘家乌钱过哦，至少咱已经是一部分损失啦，对不？啊，祖祖咧讲安尼有理。嗯。嘿，大家，你感觉安怎？对不？哇，我是感觉。阿公，大爷哦，当然嘛是感觉真好啊。啊无，伊今仔日哪会跟我做伙来吃烤肯片，对不？哦。不过阿公，啊这种哦要婚嫁的代志哦，阮较无方便讲啦，也是你这个时代哦去讲安尼较适合。啊。你着看你我巴肚内底这个囡仔，你的囡仔孙，我甲大爷就拜托你啊。哦，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啦。分家的代志吼，阿公先来甲贤美阿讲，啊，会记得呢，唔通互江文杰知，哈。没啦，阿公，我未甲江文杰讲嘞，都是阿公嘞。哎呀啦，阿姊若听到要分家。唔知心肝内安怎想？老仔，你要出片啊？对啦，最近哦，我伫病院时间比去上班搁较济，想讲来去公司行行看看的啦。无你等啊，我去找皮包。免啦，我家己去就行啦。啊，不过医生有讲过。你即马随时会昏倒呢，啊，万一参照顶甲同款，你倒在路边要安怎啦？哎呀，我家己会注意啦。我若是身体无爽快哦，我就坐落来休困啊。你即马身体状况是病院讲算笑的呢，还是我陪你啦？你放心啦，即马哦，有你要紧我，关心我，我爱把我身体顾好，不要家己伤忝。我答应你。那是有啥物状况哦，我头一个较好你，袂让你烦恼啦。那安尼，你都要家己注意安全哦。好啦，你放心，我若是到公司哦，就甲你讲，互你安心。要回来的时阵，我先甲你讲。好，我先来。多谢谢你啊。好啦。啊，最近这段时间。厝的代志真正伤济啊！五妹出国，先甲阿兰小玲，良仔阁破病，阿兰甲新燕小玲对良仔打击已经有够大，我真正最希望伊能参像苗哥所讲的，把危机变作是转机，好好把过去放下，重新开始。到底是安怎甲阿祖讲过去拆厝补助款的代志？甲我差要分家的时阵，莫先生都应该店面提起贷款，高门就会钱还给大爷，啊，迄条钱早都摕阿祖啊。对啦，啊，就是阮公司哦，接到建商的委托，啊，负责家甲恁家的这个住户参详改建的代志，啊，想看卖同意书会使顺续签落来。啊。
所以这个改建是恁公司的业务哦？是啊，啊，这嘛是阮公司哦，头一次接到这么大的 case， 大家拢想要做好，尤其是大业甲业主，因虽然哦做这道无外久，啊，不过因两个认真拍拼的心哦，未输少年人。一定是大业头家要利用阿祖来处理改建的代志。阿祖公公，佫着去要趁钱，互人利用拢唔知影。啊，不过要安怎做，才能让阿祖了解，莫佫互人继续利用。应该要面对的，总是会来。阿公啊，来，好好，阿姐，阿公，你哪会这个时间跟恁两个做伙回来？阿姐，我是有代志哦，要跟你参详啦。阿公，你是时段，这件代志哦，还是你来讲较妥当啊？好，无我去泡茶。阿姐，唔免啦，我去泡就好啊。你好好跟阿公开讲啊。哎，叔叔，我对你来泡茶啊！哎呦，你对我是要创啥啦？你留伫遮啦，陪阿姊佮阿公。江宏杰无伫啊？啊，伊拄去公司啦，应该无遮尼紧转来。好，安尼拄好，安尼拄好，嘿，安尼，咱要讲代志吼，较好讲啦，嘿嘿嘿。阿姊，你莫误会啦，阮无别个意思啦，迄是，阮头家讲吼，迄照程序爱安尼处理，较好处理啦，啊，毋则会教阿祖讲爱寄迄，纯真信函予你啊。大爷，咱是家底啊呢，甲你个头家比起来，我则是家己人，是安怎，你连我都无法度相信，加纯真信函了后，乖甲阿公请转来。你请得放心。这，哎，你哦，你真正有影哦，你看啦啊！啊，咱代志唔搞哦，恁姐啊，安尼对啊，恁伤心，安尼恁无欢喜啦。吼，人讲安尼成弟也造成仔不孝，啊，我这个阿公成孙，你甲我爬去你头壳面顶放尿，吼，你真正好有影。兄弟啊，歹势啦，失礼啦，啊，就是我含慢教大业啊，啊，阿公对不起你啦。阿公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大业算是我带大汉的，要怪都应该怪我，是我无甲大业教好。无啦，啥物咧怪你咯？但你为娘家付出来，敢无够济哦？啥物咧怪你？对啊，阿姊。妈的啦，阮唔是信袂过你啊！阿姐，阿姐，你卖误会啦，我甲大爷哦，无信袂过你啦，只是即马加一个姊夫啊，毕竟伊嘛算是外人啊，万一若是存心不良，安尼是要安怎？阮家算是外人，那安尼你咧？我。我是大爷的某，我当然嘛算是家己人。文杰甲我结婚了后，就是我的红婿，嘛是家己人啊。你想要做讲，伊是我啦。这，杨大爷，你讲话啊！我是咧替伊争取权益呢。阿姊，无啦，我嘛是替你烦恼啊，因为较早良才只有伊。你嘛知影伊破病啊，需要人照顾。我甲伊结婚了后，万一有啥物代志需要处理，我就有这个立场啊。阿姊，我拢知影哦，你足善良的，袂甲人计较。啊，不过其他人也袂亲像安尼啊。尤其是迄个良才之夫，即马住伫咱家呢。
啊，万一伊若是利用你的信任做甚物歹代志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伊若是无替你家己设想，那呢，家父还佫有代业的，你嘛替伊设想一下。一个连医生都无法度保证会当活偌久的人，你煞把伊当作贼仔在防？你敢有想过，伊若是知影这个代志，比我伤心。兄弟啊，阿公哦，阿公知影讲我是不便插嘴啦，但是我嘛知影讲你家己哦做工课足有杂杂的。阿祖祖咧讲无唔对啦，迄、那个良才啊吼，讲真经的，我未信用你啦。阿公，那你嘛安尼讲啦，伊真正甲较早无同款啊。唉，好啦好啦，人古早人讲吼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对。啊，即卖少年人吼，因的想法拢甲咱无同款啊啦，吼。啊，我看吼、哦，归去啦，也是分家分分的好啦。阿公，当分家也不是头一摆，之前吼，迄阿辉阿妈讲要分一摆啊，啊，即马换大业点，啊，你归去，打到安尼啊，趁这个时机吼、哦，啊，你甲分分的，看是迄裁缝店啦，啊，你这间厝啦，娘家。甲五家的财产，咱都分落清楚，看要分落啥物人拢无要紧，只要因遮的人吼，那钱摕摕的分分的吼，都袂安尼多多差价拉价，嘛袂讲讲为着钱来咧拍歹感情，我看安尼较好啦。阿公，进前家辉讲要分家，我唔肯，迄是因为我捌等过五先生，要替家这个家收掉的，希望大家会晓永远做伙。你今麦煞要求我分家，那咧将来我是哪有面去面对伊啦？阿姊，啊将来家辉甲家明嘛会娶某啊，而且若兰佮五妹嘛会嫁人，无可能哦，大家永远拢住伫即间遐尔细间厝啊。我嘛知影讲哦，即间厝是你甲佳慧因爸爸做辛苦拍拼来的。啊，不过现在加一个几乎来分的，那安尼，你哪会知影讲家辉的心肝内无想要分清楚？阿公，你讲对无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阿祖祖讲安尼嘛有理啦，感谢吼、哦，无上头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古早人嘛有咧讲，树大分歪，该爱分开的时阵，咱何分爱面对？哦，啊，这是早晚的代志。好，今日阿公你拢开嘴啊，那呢，我来找家辉，甲伊讲这个代志。家辉若是同意，咱再看要哪处理。哇，阿姐，阿姐你是不是你生气啊？我被想啥了？我看哦，等你家辉回来，伊若是无同意，这件代志咱就到这为止啊。杨大爷，你是咧讲啥？什么到这为止？我辛辛苦苦，看代志就要先讲安尼，你哪样丢毒？啊，唔管我是讲啥嘛，你无看到阿姐这么伤心哦？啊，不过咱讲的嘛是实在话啊。卡叔讲阿姐若是无要嫁人哦，咱嘛免做歹人。唔管是不是实在话啦。辉弟，我即马感觉我足对不起阿姊的，我唔管啦，我要找阿姊。哎，杨大爷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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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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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还阁会关心我咧？哦，看起阿祖祖良心还阁有伫个咧，还阁有救咧。哦，哎呦哎呦，无啦，无去，无，哎呦，唔知是安怎吼，食老来啊，你骨头较歹用用，救筋啦，嘿嘿。无去，别，我来讲吼，等一下吼，啊，坐来看现米啊，较大夹一下吼，卡查啦吼。阿公，你先坐啦。好，哎呦，哦，先生，卡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你安怎无啦？啊，我救筋啦，哎呦。
要你的衫，就让阿祖替你洗，阿姊袂替你洗啊。阿姊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我甲你回信咧，你莫生气好无？我唔是咧生气，李雪，主要受到纯真心寒到今嘛，我就一直咧想，我这个做大姐的，到底要安怎做，才能做到我家己小弟都无到信任，爱提防我，搁叫纯真心寒提醒我。袂用把小英的财产当作是家己的。无啦，阿姊，你莫安尼想啦，你做了足好诶，是阿祖祖较毋捌代志啦，我代替伊甲你回信的。我知影这件代志有人在使咯，我嘛知影迄个人的目的，啊，毋过我是感觉足艰苦的，因为别人毋知影我用品品是虾米款的人，你敢会毋知影？杨大爷，你是我一手带大汉的，我这个做大姐，什么时阵要让你咬着，什么时阵要让你挂着，厝里敢有任何代志需要你烦恼？就算讲阿祖搁较唔捌代志，你也袂用得安尼做啊。你来添着你来，阿姊，你咪安尼啊。是的啊，拢是因为阮头家哦，甲阿祖祖安尼做，所以伊唔才会安尼。若无我叫阿祖祖亲身来甲你回信的好无？做人爱有志气，别凊彩甲安规，起来。你也毋是别人啊，你是我上亲的阿姊。自细汉你就甲我带大，连秘书我亲亲妈妈同款啊。我无怪阿祖，因为伊毋是我带大汉的，我无照顾过伊，嘛无为伊付出啥。不过你无同款，你个小乖是我亲手带大汉的。我前世过生了后，我开偌大的困难，才会当把这个家救掉的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今麦你煞逼我爱亲手把这个家拆散，你敢知我的心偌痛？阿姊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对。若无你骂我嘛，你够我怕，你够怕我。等到这种地步啊，怕你骂你，干么用？妈呀，你啦！既然哦，若无甘心，要搬搬出去，你就好去。我一人一个代，讲嘛随人猜，家己去管个人的，你嘛唔免阁带咧吵阮遐小弟小妹啊！妹啊，那是问过了哦，大家家己管个人的，你还要去找阮，那我干嘛卖分家？阿姊，你卖怪大爷啦，你卖怪哦，都怪我啦。自从我有信了后，我就一直想要有一间厝，所以我才会逼大爷做这个代志。我嘛知安尼做足唔对的，我嘛知足无礼貌的。啊，不过我为着我腹肚内底的囡仔，我只能安尼做啊。而且我知影我甲大爷无啥物联络，我只能拜托阿公。我只毋知影当时哦，我才有一间厝通家己住。这吼、哦，要怪爱怪阿公，阿公无路用啦。公，这是哪怪你啦？这当然嘛爱怪我，当初人家啦无你行李啊，大家嘛甲秀官的细汉都好难去啊，我嘛免讲老甲今仔日，你要等要抱一个囡仔孙，啊我来知我这大家嘛这含慢。吃到几岁啊？拼这年，无才念买一间厝，连一间厝都爱甲阿姐抢。兄弟啊，是你啦，歹势。
欠你的哦，算讲代价嘛，甲阿公欠的，阿公还，一世人无再来还你，后世人阿公做不做咩？阿公啊，你妈要咩？我拜托你妈安怎啊？阿公，阿公啊！刘大爷，起来。阿公，你是我的阿公，我是杨家养女啊。当初是，若是无你，阿爸甲阿母，无你卡，我早都去行袂掉，即摆唔知伫咧倒啊。你个冤世人叫袂掉吼，还阁比住伫阮杨家较好命呢。万免啊，为着大爷嘛，甲秀官啊耽误青春，连你上爱的成恩啊。啊！当做伙都无偌久嘞，为着赚钱，啊，怎出海去，害恁来分开去？这拢是命，我无怪啥，我是唔甘，唔甘这个家散去。哎呦，英美啊，莫想遐济啦，你就当作讲开枝散叶，吼、哦，啊。啊，祖祖咧讲嘛有理啦，伊囡仔若生出来，啊，人伊若咧家己好好啊照顾一个家，啊，家父啊啦，家命啊啦，嘛生成爱娶对不对？啊，恁五家嘛带袂落，啊，若这囝儿是细，当安尼伫这附近遮，大家去生活家己，小离开一下，感情嘛较好，互相大家嘛搁照顾会到。阿姊，你若是哦真正要怪，你就怪我甲大爷唔捌代志啦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原谅我啦。不过即届哦，你一定要听我。阿母，我真正唔知我这个囡仔生落来，伊将来到底是要住伫个倒位。我嘛会烦恼伊，无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。等下哦，若是家境好，我甲大爷嘛甲阿公接过来住。若是讲要改建，应该无遮尼紧啦。啊，搁有，我若是把裁缝店过户予恁，恁敢会继续把店面适合我甲家辉？当然会个，只要袂开工哦，拢无问题啦。只是改建以后，我希望讲会换一间较大间个厝，啊，剩个分着个迄间应该袂人啦。你个意思是，你确定会参加改建？当然嘛爱参加，这一边换两边，条件最好呀。卡叔讲，若无参加，安尼就拍算个呢。而且即马安尼哦，是用一间旧厝，迄边会换两间新厝呢。其实你当来找我讲过了，我有探听过改建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问的人拢讲，一边换两边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迄是骗人的啊。哈？迄是你骗人的，江西，啊。啊，不过阮头家伊会真正讲一边换两边啊。对啊，伊讲了足清楚的，确定是一边换两边。啊，阿姊，敢会是讲改建方案无同款，所以换边数无同啊？你家想看麦？假使讲恁是建商，你根本不用回替人起厝，然后不要赚钱。无可能。当然嘛，袂啊，了钱的生意想要做啊？恁家己拢知影无可能啊。啊，建商哦，要参加改革，为着就是要赚钱啊。恁好啊，想看卖。可是讲，真正会当一平换两平，啊，剩的空间连公共设施拢无够，哪有可能予咱会当换着两间厝？搁再讲，可是讲要住甲较早同款大间的厝，搁要予咱所有人会当住的咯。哎，搁贴足侪钱的呢。你讲，改革敢真正有遮尼好的条件？啊，祖祖啊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应该袂吧，头家就是讲吼，一边换两边啊，应该袂甲咱骗啊吼。哟，啊，祖祖啊，你着等去详细问看卖咧呢。绝对无这回事啦！迄建设公司确确实实爱咱用这个条件去含住户讲的，
我卖厝遮久啊，哪有可能母唔对？我讲一平换两平，就确定是安尼。啊，不过迄传闻是啥物意思啊？我看是伊个唔紧搬走的丁子夫讲的。因之所以安尼讲，是为着要阻止大家点头答应。敢真正只有安尼？当然啦，嘛还佫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恁迄个阿姊唔肯将事过予大家，所以超过伊安尼讲，予恁去丢毒啊，顺便破坏咱之间的信任。无可能啦，阿姊唔是这种人。对啦，啊平常时啊，大家和平相处，伊当然嘛袂点种心机。啊，不过即摆情形无同款啊，恁是想要去分伊的财产，你感觉伊敢袂提防恁？你用脚头想嘛，知绝对会啊！头家你安尼讲，是有这个可能啊？人啊，拢是自私的，这就是人性啊，也无什么唔对的。所以你千万要爱记，等你从店面提到手，过户的时阵，一定要叫大家登记给你。哈？登记给我？是安怎？安尼唔只表示伊真重视你，也真正有咧听你这个做某的。啊，当然啦，厝是你的名，以后要办代志嘛较简单。头家，你安尼讲吼，是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我嘛唔知影第下敢愿意啊。那有啥物唔愿意的啦？做翁婿就本着爱着因某有安全感。我若是有娶某，我嘛将厝拢登记予阮某的名，表示我上大的信心。头家，你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呢。哇，我就嫌嫌迄个用做你某的查甫人。你嘛免啥嫌嫌，你家己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，家己去争取就是啊啦。嗯。啊，对啦，亚珠啊，我看你这阵啊真拍拼工作，啊伫咧拄过的代志也确实有用心。我看安尼好啊，到时阵哦，我就甲迄个建商的头家讲，讲你功劳袂少。叫伊送几瓶啊，给你做奖金。送几瓶好啊！哎呀，头家，多谢你呢。唔敢啊，安尼哦。另外，我阁会争取迄落有露台的楼顶给你。你知影迄加一个露台，厝的价值加偌济无？应该加过六十万。嗯啊咯，迄露台是当做迄落空中花园的，至少一两百万有。哇，空中花园哦！哇，我若是住伫个内底哦，我应该连困的时阵哦，做梦拢会笑哦。是啊，你看安尼工作是毋是真有目标？嗯，恁若敢拼，我即个做头家就敢予恁。只要若代志办成，我阁会加发奖金予恁。因为我一直认为讲，查甫人事业要做大，就要加班。头家，你真正是一个哦，真有男子气概的人呢，而且阁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。足可惜的，我遐尼啊晚才识识你。你若较早识识我，起码敢有需要着为着一间厝伫遐头毛咧烧。嘿，这安怎看，拢亲像是这三个人设好的圈套，咧等我往政府跳落去。即摆是安怎啦？你嘛拢袂讲话啊？谁知啦？你袂晓问事主哦。可能是哦，头一摆见面就看到我呾三个人坐伫迄只，害王先生紧张啊。搁等一下啊。这三个人讲话安尼噎噎，唔知是搁咧拍算啥？我安怎想拢唔对咧？这个张梅芬，我甲伊做伙，明明敢若是一块仔啦尔呢？伊竟然愿意替我生查某囝，二十多年后煞雄雄出现，就去甲丽萍有关系，这分明就有鬼嘛！安怎看拢是假，全部拢是假，我看连查某囝嘛拢是假。看煞也袂啊！一直甲阮看，敢若袂输阮三个，甲你拆着都无白嘞。哎，你嘛较拜托个，像阮这种哦善良的老百姓，才会惊你这种哦有钱好爷人，好无？哼，这位太太，
恁三个人，我敢那一个人尔呢？我敢免较说伊个啊？说你，我个查囝唔只爱说你，我若唔知你这个人人品安怎，敢有资格做阮查囝的亲生老爸？咦，王先生，歹势啊！阮太太哦，个性较刁钻，不要讲话，歹势啊！今日一只哦，是想要甲话讲好清楚，想要确定，若是真正认这查囝以后，你哦，敢会好好甲伊疼惜啦？嘿啦，啊，若是吼，你无才着好好疼惜，啊，无法度吼，凡事拢替伊设想的话吼，规气卖恁。好啦，啊，态度慢打遐人硬啦。你唔通不见，啊！查某囝是嘛上需要，就是一个好的背景啊。啊，背景虽然重要啦，不过千万袂当让查囝吼受到任何伤害啦。啊，搁有啦，啊，查囝若颠倒，互看袂起啊，你要安那？哎，王先生啊，啊，我听阮讲，啊，你只要搁有一个太太，甲一个查囝。我这個年纪，有某有查某囝。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敢毋是真正常？对啦，这王太太哦，我嘛见过，真高贵，也真欠卡。欠卡哦，我上惊这种。哎呀，有啥物好惊啦？当然嘛是惊咱查囝哦，却看袂起啊。所以我就讲哦，唔免马上认啦，这所有的代志哦，拢因缘，那时机难搞。唔免人安排，拢会拄着啦。我不管啦，飞天哦，我感觉即马就是上好时机啊。你哦，你就是啥物拢唔管啦。今日才喊查囡仔那辛苦，佮假讲。我是安怎啊？我这世人哦，做上对的一件代志哦，就是替查囡仔尽到一个有钱的爸爸啦。嗯，啊，真牛真牛，出个比赛，爱敢认来哦。伊遐咧奇怪，还是讲歹认哦？有啊。你讲啥？我讲这个查某囝，我无可能会认。你这什么意思啦？我是啊，我讲几摆，我有某有查某囝，搁安怎讲哦？我嘛无可能破坏家己的家庭去认这个查某囝。所以你迄当阵去阮家，讲要看查某囝相片，你是咧骗我？啊！我开500万的支票给你，叫你来保守这个秘密，你敢做够？500万。千万袂当卖咱查囝，你500万就该卖去，你是阿芬啊？你哪安尼啦？伊唔哪个安尼哦，佮走去找阮某，啊挑工伫阮家咧煮火锅，安尼亲门大户，根本就是想要来威胁我嘛，我哪有可能相信伊啊？哼，啊恁家己讲啦，一个替阮某算命，哦，啊一个挑工走去佮阮某做朋友，啊一个讲是替我。把查某囝饲大汉的，哎，啊恁是要骗谁啊？哪有可能有遐尼拄好的啦？我按怎看哦，恁拢是套好要来骗我的钱，恁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嘛恁！王先生，你要骂阿芬哦，我是无意见啦。不过你袂当安尼讲我甲喵的，因为我根本就唔知道这块婚礼有摕你的钱啊。你够好意思嘞！我看你一开始就无拍什么认查某囝，500万我分25期哦，我才用你20万，佫袂说家己真大方嘞，我真好笑诶。阿芬啊，你哪会当摕人的钱啊？我哪袂当啊？我佫感觉讲哦，我减摕啊诶。哎，你这查某你安怎？我替你生一个查某囝，我月老拢无做好诶，我伤身体。后来啊，我得着子宫颈癌啊。摕你淡薄仔钱，保一下身体有啥唔对啊？我敢有叫你死啊？你家己讲啊！迄当时我敢毋是摕钱让你去处理啊？迄笔钱哦，嘛有够你养身体啊呢！你莫讲到面书，拢是我做唔对啦！我甲你讲啦，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家己把囡仔死落来，佫不落后我？你会知影呢？我雄雄嫁一个查某囝出来是甚物款的心情啊？佫再讲啦。这个查某囝，佫唔知影是真也假的啦。废话，咱讲遐哪济啦？我佫来问你一解，你是要认也歹认？歹。好，我即马就打电话叫恁太太来处理。好，那安尼哦，免你卡，来，我电话边边的，
嘿嘿，我真阿傻哩，做你尽量卡，往内付打免费。啊，来提卡。安怎？唔敢卡、哦？我抓到了吼、哦！哼，我看恁所讲的这个查某囝，可能根本就跟我拢无关系啦，是恁联合起来要骗我的钱。好啊，你唔扛，我报警。王先生，等一下啦，张文芬啊，老实讲啊，叔叔敢真正是伊亲生查囝？阿芬啊，你啥物时阵唔通搁再讲白扯啦？我酒醉啦，叔叔哦，真正是伊亲生查囝。不是啦，来鉴定的呀。嘿，叔叔这个名听起来，那熟悉熟悉。行，无这么行，来啊，行。好啊啦，别个气我啦。这间检验所绝对嘛是恁讨好势啦。哼，今麦这个诈骗集团哦，会比一般的公司佫较有系统呢。这故事是安尼一套一套拢编好势，啊。恁我怎看哦？恁三个人啊，拢好脚好手啊，唔会讨谈哦。啊，是安怎要用骗人的方式来生活？我绝对袂放恁耍。我看报警好啊。王先生啊，阮无骗你啦。叔叔细汉真正是我甲苗乔勇大汉的，啊，阮家洗落来是甲七八岁就交予阮啊，阮真正无讲白贼啦。你看啦，啊，这就是叔叔的相片啊！这尔水的查某囡仔，我哪有可能可以来跟你欺骗啦？我是跟伊笑眯眯呢，你看，这水的吼，莫讲你唔相信啦，我听阿芬讲的时阵吼，我嘛唔相信。毕竟你生做安尼，哪有可能生出这尔水的查某囡仔来？你讲迄个叔叔，就是伊啊，是你查某囝。伊是斗三江车勇啦，查囝是我的啊。伊就是甲李志前讲的姚叔叔。恁见过面啊吼？无唔对啦，伊即马吼甲恒大董事长在交往，啊真紧哦，就变成恒大董事长夫人啦。对啊。苗呀，啊，你要请济公师傅降教啊？哎，为什么？啊，伊那知影叔叔是伊的查囝了后，就常常咧笑啊，啊是去卡着啊，是惊着啊？安怎啊？啊，是毋是感觉足拄啊好诶？进前啊，是你的大汉查某囝要叫志前啊，啊，即摆换细汉查某囝要叫志前，天公伯啊，是毋是安排得真好？伊的大汉查某囝本来要叫志前，啊，即摆换细汉查某囝嫁，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真正有够拄好诶啦！哎，趣味呢，真正有够趣味啊！我看吼，我也是先回来跟阮某参详一下，啊，咱明仔载吼，大家约一下时间见一下面好啊，吼。你真正要跟恁太太讲？那当然咯。